梁三公子，你该不会就是凶手吧？你少胡说！这也不是我杀的。那你为何躲在这儿，还将刀珠刺定周皇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跑这来送死做什么？梁三公子觉得杀了我，你就能安然无恙吗？若我无缘无故在梁家失踪，你也不可能全身而退。此密室甚是隐蔽，只有我知道。 你能够进来，也只是侥幸罢了。他们可未必找得到，我大可以把你杀了，然后等他们离去，我再想办法逃脱。又谁会知道，我是真正的凶手？我都猜得到，你还怕他们猜不到？你趁你刺胸身体只是刺死了他，想要嫁祸给曲灵君，后来你又躲到密室里来，脱了带血的外袍，换上家丁的衣服，趁乱混了出去，你此刻躲在这儿。 定是被林不育放在给下主，所以现下想来销毁证据，对吧？你闭嘴！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杀了你！你本有大好前程，何必冒险弑兄？你做这些错事，怕是有什么苦衷吧？我没有错，杀兄逼我动手的。他承袭家主之位，却整日沉迷于金石。 完全不顾梁家家业，他根本就不配做家主。明明我才是嫡子，明明我才更有雄心抱负，凭什么我就什么都得不到呢？啊！我已经碌碌无为20几年，他若不死，我岂不是要碌碌无为一辈子？你都忍了20多年了，会和此时铤而走险？我猜你定是受人蒙蔽。既然事已至此，我倒是有个帮你的法子。 少主公，屋子都翻遍了，程娘子真的不在。我是林不疑未婚妻，她视我如命，你有我的命，换你的命，她自然会放了你。如何？动手，把这间屋子给我拆了！是。 离开我这儿！你们别过来！你，珊儿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珊儿，别过去。珊儿，往后退，不然我杀了他。 梁三公子，把人放了！放了他，我还有活路。你莫以为所有人都蠢！把人围了！林将军，莫要为难我族人啊！
只要他放人，我便放过梁家，还有你阿母。凌将军，何苦要为难妇人？我梁家可是百年氏族啊！舅父，若长秋宫程娘子有何闪失，也会开罪皇后，远目圣上，梁家氏族也就百年为止了。子胜，我在密室看到他行凶时的血衣，凶手就是他。你住口！你不要动！ 梁三公子，如今人赃并获，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。但玲珑跟你保证，只要你不杀五父，我可保你阿母平安。侄儿，你别杀阿母，你快逃啊！我不行，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你们要杀了这老，杀就好了，我绝不动容。杀！不！啊， 非要来冒险，你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办？万伯父给我的刀，我都随身带着，就是怕万一。但是我看他不想死的样子，于是我就想了法子让他带我出来。若是我这样死，我也想我死之前能最后见你一面。可你倒好，我都吓成这样了，你不安慰我也罢，还这样说我。是我不好，我就是被吓到了。 你灵不疑还害怕的时候，只要是跟你相关的，就没有我不怕的。既凶手已然找到，那人我就带回廷尉府审问了。太可怜了。